这个很强的谢欣啊，默契大考验。我跟谢欣的，你也知道我很强，你很强啊，你很多玩游戏，我们看游戏你很擅长，游戏王，过关机器。今天要比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比什么？哈，你们就不擅长，比默契，哈哈，不擅长了，对不对？也还好，对啊，默契蛮习惯的。他们两个默契超好的，忘记他们俩同公司的，对啊，一起出外勤，所以我们要比。那你这样会不会受伤？你先退通告好了。他是主持人啊，蓝心，你们可以请代班主持啊。来解释一下默契大考验这游戏怎么玩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两人一组，是每个人呢嘴巴上都叼着汤匙，由我来喂球，哎呦，传给第一个人。放在汤匙里，第一个人要汤匙接汤匙传给第二个人，再把它丢到我们的鱼缸里面。那你们俩默契好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那你们就分开玩。那许可的话就跟子淳，跟子淳，好，好不好？那我跟谁？那艾辰的话，你跟小溪。哎，推动了，推动了，有我的。这这集真的是好到他做错什么事情吗？为什么要这样？玩游戏有不认真吗？玩游戏有输吗？你跟他跟艾辰玩默契，会觉得是被惩罚吗？对啊，会。我们就是在惩罚你。谁让你们的默契太好了？好，那哪一组要先来呢？小可先，我们先。小可先，小可先，先的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来来，这是过去一点，来，好，给他们两个汤匙。哇，有点难度哦。好，加油了，好不好？加油了，计时30秒钟，看你们能进几颗球。好，计时开始。好，好的，比赛开始。现在我们的子淳气头，小可，好，很好。他们蛮有默契的，小兰，他们家长玩就这样，稳定稳定，加油加油，不要慌不要慌，不要急。很好，哎，说真的，这种动作对师傅来讲是很 OK 的，其实还蛮有默契的。感觉小可是很行的，子淳是习武之人，应该在家里常常跟阿飞在玩这种游戏。你配合的吗？对，这完全是拉热身运动啊。他们都传比较长的东西，像是瓜子啊。时间到。30秒，他们几颗？好像很好玩呢，统统算一下，算一下，看看有几颗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还有六颗。我们来看第二组表现怎么样？好，来，好，来，艾辰来，哦，汤匙，好，来，默契大考验，计时30秒，开始。来了，来了，哎哎哎哎，艾辰糟糕了，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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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哎，好，加油加油，腰要断掉，谢谢，腰要断掉了。OK 了，谢欣是孩子王哎，艾辰好，好了，游戏王，游戏越低有没有？你们两个，艾辰你要配合他，你要配着他，你要再高一点点，你不会让他低那么多呀？他们两个越玩越低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哎呦！就这样玩一玩，玩出感情来了，真的有可能。男未婚，女未嫁，狼来又一号。哦，你看这一颗，有了有了，哦，剩下我们几颗？哇，有得比，有得比哦。一个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。我们也现在已经知道谁是跟谁的默契好了，是啊，默契大考验，我们来分队好了，好，好不好？现在怎么分呢？那就我跟谢欣跟虾米，这样不好吗？他真的玩出感情来，他要你，马上就十秒要你，拜托你不要舔我，拜托，不要吧。那我们就来分队喽。今日的黄金阵容该怎么搭配呢？王红道远和可爱人妻徐小可，艾辰就和谢欣及傅子淳共组队，大伙们可要加油喽！默契大考验，跨向小马。第一单元，台语下下降。我们的统统队派出的是我们的徐可可。台语下下降，计时3分钟开始。好，开始。喂，哎，你林四爷哩，不能比你林音疗吼，另外加一种物件在。再凉凉啊，凉凉哎，对对对，过樟脑油，是不是？一定要来，一定要来，一定要来，一定要加几种门凉再凉，凉凉啊啊！你一定要加几种门凉再变凉啊！喂，哎，那四个字哎，冰块，嘿，是啊，是熬熬熬，下面冰块，哎，基本上哦，那基本上拢爱。
用什么物件来切？好，勺子。另外一种讲法，面子，不是，另外卫生纸，卫生冰块，对，答对，答对，答对，哎呦，用谁的金管，我要就管的收塞，嘿，虾米，我就很哎，虾米就很哎，你谁的金管，我这里，哎，有会修，哎，有会修，哎，有会修，有会修，嘿，放天灯，哎呦，天灯在哪里？妈妈要用什么物件来？会使切切菜刀，太对了。菜刀，哎，这菜刀头两个字吼是一个所在。金门菜刀，太对了。哎呦，我来了，谢你，谢你，最好谢你，最好谢你。千秋辉，嗯，归秋天。小米，小米，大兵秀杰伊啊！对啊，千飞，飞龙在天啊！龙，最好谢你。是个成语哦。龙什么龙？四海游龙。喂，是假的。水什么水游龙？什么水游龙？哇！什么龙？没有游字。什么水什么龙？车水马龙。对，龙。这是一种物件吼，也是安尼夹咩，也是夹咩。夹咩？槟榔。不是不是，你讲。水饺。中口香糖。嘿嘿，对。哇，这个超简单的。谢你，谢你，不接人。蟹龙，不输贵。蟹龙，不输贵。色狼，想要甲你讲，爱用什么？爱用虾米？四个字的。毛手毛脚。手是最好接你。手什么什么？上下洗手。水。答对，很好。最好接你是，你爱提物件哪用啥？袋子。不是，你爱提物件。利息。利息。真。对。李时珍。不是，他不是李时珍啦。不是，你听我讲，第一个你吼，你即马咩？你即马咩？什么？你即马爱左转。来，我给你十秒钟，好不好？塞哩，咱细汉时阵拢会看一个物件，伫个电视顶关。三秒。哎，小叮当。哎，第一个亮，第二个亮，第三个亮，光听秀，歌厅秀。哎，用什么物件看？遥控器。我说徐小可啊，你再这样猜下去，彤彤的火大指数就要。你怎么爱左转？来，我给你十秒钟，好不好？三二一，咱细汉时阵拢会看一个物件，伫个电视顶关。三秒。小叮当。第一个亮，第二个亮，第三个亮，光听秀。歌厅秀。用什么物件看？遥控器。电视机。十秒钟。电视机。请告诉我正确答案是什么？也让更。现在没有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干嘛？录影带，好不好？这题算你答对。统统队得到的是八分。我想不要气馁，八分其实会还算蛮高的。那看我们猜的，你待会你就知道了，八分算高的。现在攻守交换，默契的考验。第一单元台语现在叫什么？攻守交换。看到了我们爱成队，爱成现在又坐下来猜题了。他最近表现得很好，对不对？加油啦，好不好？台语现在叫计时，三分钟开始。好，来，三击。细汉时阵，咱个布地教室拢爱用啥物物件？布啥物？布地教室，布地教室，你听我。布地布置教室啊，布地教室，爱用啥物件？他跟你有啊？对，所以是壁报纸。对。讲到输了，快，快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容词？咬牙切齿，哎呦，咬牙，中华，嘿，啊，第四个字。
你吼，第四个你是迄鸟啊，哎，拢有啥物？伊的手吼，顶头有啥物？有啥物？有啥物？鸟啊，手顶头有爪子，上面有爪。哎呀，好多！哎呀，我只管你讲，贵的三鸡，三鸡，花钱那鸡啊，你有无？哎呀，鱼想到了就不行了，好吧？刘德华哈，高兴嘞！什么什么什么？李连杰，李连杰，我看好，快出来了！李连杰，等一下，一共什么？形容词，经典。经典东西丢哎，陶明壮，嘿，丢丢丢，够另外一句，经典台词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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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谢你，这是瞬间。啊？什么什么？兵不厌诈。好好。有快点啊！水哦。囡仔最爱吃，囡仔最爱吃是一种什么？三鸡三鸡，棉花糖。哎，对，三鸡丢，好真难记。第一个是哎，咱。查甫介意查甫会送啥物件？查甫甲查甫送啥物件？介意查甫会送啥？花？哎，对对对，花什么？什么糖？花什么糖？花生糖。哎，对对。哎呦，来个吼，就练就练个，阿丽也去开下会啊，开下会。就练就练。这先出的时阵吼，我系水哦，对哦，就爽快。热水器。四个音节，咱 keep 住来对安怎？讲啊讲啊。去拜拜，有啥物？一秒。四个音，四个音，谢你。去拜拜用什么？你去拜拜会用什么？注意注意哦！用什么什么？吓拜拜！什么拜拜啊？五秒。被丢什么？六秒。没有没有什么？上上签。七秒。上上签。八秒。谢音。求九秒。求神拜佛。求神命。求神求子。时间到。你不能再说了。解惑用，请作答。求神问卜。答对了。陈队在这一回合得到的是六分，小小的领先，小小差距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好，马上进入人地势比一比。人地势比一比，一样，我们统统队先派出的是我们的林道远，派道远我们就放心了。人地势比一比，计时六分钟开始，开始，加油。齐秦，哎呀，怎么样？这太经典了，好厉害！好，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都会去做，读书的时候都会去做水池，但一年只有一次。这个钓鱼，钓鱼，请作答。齐秦在许愿池钓鱼。哦，恭喜你答错，但是人跟事是对的，不是什么地方是错的？齐秦，哎，齐秦，好，齐秦。肢体有点障碍哦，小可。这什么地方？这是什么？郊游，我们去救国团都会做这件事情。萤火晚会，钓鱼嘛。齐秦，齐秦在萤火晚会钓鱼。哇，你答对！来，加加。他是一个职业，在国外。哦，他做这件事情是什么？伐木工人。不是，哦，这是什么？一个建筑物啊？建筑物是斜的啊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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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在干嘛？快快快！伏地挺身，伐木工人在比萨斜塔做伏地挺身。好，答对。眼镜蛇对的哦，哎，眼镜蛇，注意看了，许可很厉害哦。开车。哦，有个人在干嘛？哦，眼镜蛇在驾训班。哎呦，眼镜蛇在驾训班开窍了你，挤骨的挤牛奶。答对。下一题。哎，凤飞飞，这我知道，凤飞飞。嘿，挤。这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很厉害，有很多什么？眼镜蛇在外机场。眼怎么了？眼镜。眼镜蛇三皮的啦，眼镜蛇。凤飞飞在喂鸡场，养鸡场，在养鸡场挑水。恭喜答对。鳄鱼，河马，河马，二，这什么啊？鳄鱼在。很棒，很棒。鳄鱼在。在操场。他几乎已经比出来了。每个人都喜欢做这个做鬼脸，请作答。鳄鱼在操场做鬼脸。哦，恭喜你答错，人跟狮子队的并是错的。小鳄鱼，但他很灰心。对啊，鳄鱼加油啊，林道远。
台北的近郊。五，这是什么？鳄鱼在五指山做鬼脸。好，好扯哦。好，来，台北自助团，请作答。鳄鱼在五指山做鬼脸。答对。两个字，拳击手，很有名的。洛基。你最喜欢去的地方？鳄鱼在素食店、自助餐店。哦，很好。指挥交通，请作答。鳄鱼在素食店指挥交通。素食店吗？恭喜你答错，人跟事是对的。鳄鱼一题啊，全有洛基，洛基，洛基，洛基在四方形什么地方？若鱼坐机在便当店，我们再送过来。便当店，指挥交通。若机在自便，若机在自，不是不是，若机在便当指挥交通。恭喜你答对。快点，这什么？哦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没有，这很快。这个是香肠摊。什么在香肠摊？什么在香肠摊？纸币。哦，这干嘛呢？香肠摊玩跳棋。什么人在香肠摊玩跳棋？哦，恭喜你答错了，只有一个是对的。香肠摊。看清楚，看清楚。哎，鱼，哎，鱼，鱼，鱼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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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香肠摊。嘿，然后鱼天在香肠摊，然后怎么样？在哪？它是一个。中国特有的玩象棋，于天在是玩，他不叫做玩。于天在象棋，下象棋，答对。三、二、零、牛，没关系，哦，很好。他比的是什么？好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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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，没关系，下一个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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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手。卖手机的手机店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跳房子，什么在手机店跳房子？请作答。是卡通人物吗？还等哦，还等哦，这个东西有你姑且一试。徐小可和道元的默契大考验，他们能够成功抢下这胜利的一分吗？是卡通人物吗？还等哦，还等哦，这个东西有。一次，皮卡丘在，皮卡丘在手机店，然后嘞，你有见过皮卡丘在手机店？皮卡丘在手机店跳房子，恭喜你答对，很不错，很不错，好不好？统统队在这一回合得到的分数是八分，还不错，八分，好不好？好，人体是比比心的攻守交换。交花换到了我们的爱城队，派出的代表是谢谢。人地势比一比计时六分钟开始。哦，花碰到了，然后缩起来，缩起来。打拳击，在拳击场，拳击场，哦，很好，拳击场。好，上去，好，这是什么？竖琴，竖琴。是啊。弹竖琴，弹竖琴，弹竖琴，什么花？它不是花，杨丽花，很接近，竹林，竹林，杨丽花，杨丽花，起来，对对对，杨丽花，杨丽花，什么什么草？含羞草，在拳击场弹竖琴，恭喜答对，哇塞，完了完了，老鼠屎来了，哦哦哦，最近的啊，我知道那个莫奈舞道。写作业，教室，教室，办公室。哦，好烂哦！猜拳，划九拳，划九拳，这个不是那个吗？它有一个专有名词。原住民。很好。哎。然后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小时候都会去。文具店、文具行、文具行、文具店。什么？做什么事情？然后划九，猜拳，划拳。好，好，答对。神经交手，齐天大圣，耳朵、鼻子、
没有。小儿科，耳朵、鼻子、嘴巴。耍花枪什么？哎，孙悟空看多了，看多了。耳鼻喉科耍花枪。哎呦，对。谁？波比哦，波比哦，好娘，好娘哦，彩华。什么地方？你们这组一直在看书哎。书店。哦。哦，赢定了，赢定了啦。吹竖笛。竖笛。完整的把单讲出来，快点，时间一分秒过去了。弄蛇人是不是啊？弄蛇人很好，完整的单是什么？彩华在书店。弄蛇人。挑逗蛇。谢谢你。打错人地是对的。谁会挑逗蛇啊？我猜。书店，我想要在书店。哦哦，人地是对的。书店。好，人都要去看书哈。来了。这个动作是什么乐器？精通乐器的你应该吹笛子啊，然后那个蛇就会出来嘛。东西啦，哪有这种东西啊？有它乐器，它是金属做的。不吹的，萨克斯风。王凯的题目。对，吹萨克斯风。答对。哎呦，挑逗蛇。好恶心！好，在攻射箭场，射箭场。很好。好，射箭场。好，这是什么动作？切生鱼片。好，不是，他不是切，这是什么动作？一路三。去角质，去角质。请作答。湖南比兔女郎。在干嘛？兔女郎怎样？兔女郎摸鱼，在那个射箭场。射箭场。摸鱼。摸鱼。你说。好，恭喜你答错，人地是对的。好，这兔女郎我知道，然后射箭场。很好，射箭场。这边我猜到，爱成就成功了。太棒。射箭场。好。重点来了。鱼油。油切，油切，油剥，油剥，油剥鱼，切鱼，钓鱼，剥鱼。我们在菜市场第一道的处理，除鱼鳞。如果不这样子处理的话，它不能吃啊，它不能吃。你要去菜市场挑鱼的话，你要先腌一下啊，腌一下，腌料，腌料一下。你说这过程你别再讲，你要搞黑皮入料，黑皮吗？鱼鳞啊，去鳞哦。这个整个动作叫做什么呢？兔女郎是吗？对，兔女郎嘛，在那个射箭是吗？对啊，好像也是。射箭场啊，做什么事情？什么？他是他刮用刮刮鱼刮鱼鳞，嗯，你确定吗？对，看着他比起来像陆森。看着我。恭喜你答对。表现的也很好，也很棒，好不好？他们在这一回合得到的是五分，两队两回合加起来的总成绩，腾龙队得到的是16分，腾龙队的是11分。今天的默契大考验，恭喜我们的腾龙队！其实呢，我们这个演艺圈的朋友有没有？大家平常工作都会碰到，真的，也都互相认识。没错，工作起来呢，如果会有默契的话，就事半功倍。是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设计一系列小游戏，是大家动动脑、动动身体，运动一下也可以培养默契。非常好，好不好？